欧洲杯也只是点球被西班牙淘汰，他们都在顶级俱乐部效力。如果 C 罗上场，我们一定要想出办法来限制他。我们非常了解他，会有办法的。克罗地亚前锋爱德华多原籍巴西，这次世界杯能够回老家踢球，还恰好与巴西分在一组，而且还是揭幕战，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至少他的妈妈对于这一点倒是有一些甜蜜的苦恼。只为最美瞬间。